超可爱的洋装，这个穿了就很想去野餐。对啊，我觉得它背超可爱的。对，重点是背，背可以跟姐妹一起穿，是度假。对，有一个大大的蝴蝶结。没了吗？没了。然后材质，材质是那个皱皱的棉麻，有点抓皱。对，摸起来有种立体的感觉。它不是厚的，但它不是薄的。不是薄的，不是透的那种。对，它不透，有点厚度。而且它胸这里是双层，对，完全不透。然后下摆是荷叶的，很可爱。可以搭那个球鞋或是凉鞋去野餐，很适合。背很 Q 哎，教大家绑蝴蝶结，这个左手边的在上面。一个交叉之后绕回来拉紧，然后左手边的做成一个圆圈，右手边的去绕这个圈，然后从中间的洞穿回来，然后调整一下，就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咯。这蝴蝶结蛮好绑，对，而且它其实练习一下你可以自己反手绑，还很强耶，翻手绑。就你只要记得哪一只手在前面就可以了。其实如果自己在家，可以自己先绑好，然后套上去穿就好了。因为它腰是松紧的，对，就是蛮方便的，不用说一个人就很难穿那样。好可爱哦、喔，而且长度我觉得刚好露露腿可以遮住很好哎、欸。嗯，是大腿肉可以选，大腿很肉的人。娇小女可以穿，我154穿起来是长度很刚好，好像跟我差不多哎，我159的穿起来一样，有吗？有啊，有啦，你还是高一点，对，所以娇小女可以穿，而且这个其实孕妇也可以，它至少没有分身高哦，对，都没差，肚子这些都可以，哦，孕妇也可以，而且它胸这个是绑的，所以它胸围也没差。就你绑松一点就可以了。所以最近其实穿到大叉腰的人好像可以哦。对，可以哦。对啊，最近穿到叉腰的，那你后面可以自己调。但是我觉得它这个领子包覆感很有安全感。就是它不会啷啷，对，不会啷啷的。版型是不错，很好。对，必买，夏天必买格纹的洋装。对，价钱再添没？